各位在家里面来的贵宾哈，哇，这不简单。各位朋友，啊，是年节真无闲的中间吼，会当看到这么多啊，台中朋友来自这个所在来甲阮捧场吼，我感觉真正温暖。啊，真感谢，陈元姐吼，是这么闲的中间，我呢，来主办这个这个发表会吼，也感谢玉山社为着阮吼，我呐啊讲要踮台中开这个啊新书的发表会，实是予我真正感动，也予我真正欢喜。因为台中是我出世的所在，是阮两个人伫台中大汉。阮要出国去赴任的时，台中的朋友也真多，有来甲阮送别吼。啊，阮当然是有义务。即来台湾了后，爱报告阮伫日本做啥物？啊，伫这本册内底，阮有写个真正详细，写讲，阮伫遐做啥物吼？啊，有用图，用真侪迄个相片吼，啊，甲文字，希望讲大家有时间写，甲阮配吧，啊，甲阮指导吼，啊，为了在先甲大家表示感谢。这个方面都啊，前面说有介绍吼，是一个台，那真是台湾吼，安尼徛起来，啊，就要行出去，迄个图片吼，啊，阮啊下骹有彩虹吼，七色的彩虹在迄个台湾的下骹，啊，阮甲解释讲，这就是这个彩虹。自古早吼，先有人是讲啊，上帝的祝福，迄个意思吼。啊，我相信啊，迄个戴老师有意思讲啊，上帝祝福，迄个台湾。啊，我呢，安尼甲解释。啊，我这条图有摕去到日本的官邸吼，放伫好多热门的所在，互台湾啊，互热门的台湾人、日本人知影讲。这个台湾的存在吼，阮真欢喜讲用这个方面做这本册的方这本册的方面吼，真希望讲台湾会当变作亲像天国一款的国家。我伫深圳的新书发表会时，我呢有讲起。安德森的故事吼，安德森是出世伫真晚迄个北极吼，一个真小的国家丹麦。安德森有写《丑小鸭》，有写《白花那花的查某囡仔》，有前先生的国王迄款的动画吼，真正出名。伊也有一本册叫做。无画片、无画面的绘画本，有一本册吼，就是咧写讲一个少年囡仔真正乖乖、真正实际，伊住伫迄个哥本哈根真壮的老厝，会厝边买料吼，伊伫遐足无伴伫遐咧过日，有一时伊开窗仔门，伊看到一个伊前细汉的时的朋友。就是月娘，月娘在甲伊讲哦，讲少年囡仔，我吼但是会来这个窗门边来甲你讲话，你唔免烦恼讲你无伴，这个故事有33日、33夜吼，伫上山尾迄个，是迄个月娘，甲伊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讲吼，有一个查某囡仔哦，伫远远个所在，伫眠床边，伫遐咧祈祷，祈祷上帝讲，好我囡仔在吼，我那有一片面包，迄个面包煎饼做我搞大大个牛奶个奶油，
圣诵书哈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安徽省第1830年写的故事哈，就是170年前的版本，就是正月三十哈，亲像那个梅花腊月的查某囡仔，嘛是无会贪吃，是贪吃怕死，也是那个变变弱势的中间嘛吼。这款的国家，但是即卖过了170年，丹麦是变作一个真正富裕的国家，就是出名有牛奶，出名有 cheese， 出名有奶油，真好真好的奶油一个国家吼。啊，我是感觉讲，这个安德森。在那个时阵，就希望讲丹麦会当出产这款的物件，是希望丹麦会变作这款的国家，这款的意志，这款的希望，和丹麦变作现在咱这款的国家吼。啊，无偌久前，我读一篇文章，有一个记者去到啊丹麦，看到两个老夫妇吼，就是公园，公园门口。恁有幸福无？啊，迄夫妇在讲真正幸福。伊讲是安那，你感觉幸福？因为我是丹麦的人。伊讲，干那安那吗？干那，你是丹麦的人，你就感觉幸福吗？伊讲是，我干那安那就够呀。我真正希望讲，咱我们一旦亲像讲，这个老夫妇安那吼，一旦讲。台湾是咱的国家，变作咱的光荣，这是咱的意志来的啊，抵住了吼啊，和台湾无偌久，会当变作一个真好的国家。亲像丹麦的老夫妇咧讲安尼，讲因为我是台湾人，我就感觉贡献吼，我希望讲台湾会当亲像变作亲像一块的国家，对不对？我想跟你说，你为。